少有机会大家做伙到火锅店吃火锅。玻璃顶现款教养院，甲富和客地中心总共30几位医生，以拍泡啊唱歌的方式，表达对这充满爱心的业者，甲社会人士的感谢之意。好吃，好吃，哎，感谢快，感觉很好，很高兴，很高兴能吃这个火锅。这个对啊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开心吗？我听呜呜。玻璃顶来一位热心公益五年会女士，为着好食的印象，在儿童节也能感受到社会对伊的关怀之情。邀集了火锅店业者，要多位善心人士共同加入，安排印象会当亲自到火锅店用餐，也究竟应该一般民众的距离。4月4号是儿童节，虽然他们不是儿童，可是他们的心智是儿童。我希望因为大家能够去关注他们，因为平常有一些人看到他们会害怕，对他们陌生。我希望他们这次能够参加这个活动之后，更多的社会人士能够认识他们，把爱留给他们。参与这摆爱心活动业者表示，真欢喜有这个机会，为顶来弱势族群尽一寡力量，也希望借此邀请更加多的业者共同加入奉献一份心力。那他们说，这个娃娃兵可以就是一个德国的守护神，然后可以来守护小孩子的健康跟平安。然后还有我们共同邀请到气球达人于老师来一起，就是共同一起参与这个公益活动。希望这样子的活动可以能够抛砖引玉，然后一起回想同业，来一起做一些公益的活动，然后对社会有更多的爱。那我们也期待这一家是第一家的一个爱心活动的一个连结哈，也期待我们未来埔里镇能够更多的一个广泛的一个接触哈，一些弱势团体在我们地方性的一个弱势哈，能够共同的去关爱他们的一个心。医生在志工的协助下，快乐享受这份爱心午餐。主办单位除了招待因吃好料以外，也特别找来街头艺人，在参会过程，教这医生如何制作造型气球。现场除了飘散美食的香气，也唔捌停过笑声。在这，因度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儿童节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